注意看，这女人太狠了。听说确诊者是不能投票的。注意哦，他不是不让你投票，他是不让你进投开票。文字游戏。我不知道中选会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怎么样说服他的国民这件事情，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在一再的讲，我们疫情里面做了很多变通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变通？我们现在有新的问题呀、啊，这个事情就对你们来讲这么不重要吗？到这个程度？对啊，我如果不能投票，会很生气。我会非常生气，我为这30万人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这个投票是民主的基础，你没有投票的话，你叫什么民主呢？方法。有百百种，看你要不要做而已。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你们觉得我们这样一直骂一直骂有没有用？他会不会改？没有，受不了了。